有，都是为了这个开玩笑。成功了吗？都成功了啊。然后后来就说，哎呀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算了吧，是吧？而且听说小袁这两天这个手气比较不错啊，等一下私下分一点。行行行，好，你说行的哈。现在所有的 YY 的小伙伴都看到呢，那也希望三位呢可以在201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来，有请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哇，可可的裙子真的非常漂亮哈。对，接下来走上场的这两位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。当然了，接下来是的，就是我们的男金牌艺人第一名毕加索，女金牌第一名文尔。那我说这两位呢是在我们 YY 上面叱咤风云的人，一点都不为过。那我们的老毕呢，去年不仅夺得了最佳男金牌的冠军，还和汪海一起主持了2014年年度盛典，粉丝们送出 YY 主持一个 YY 第一才子等强烈的称号。而今年呢，又是一举斩得了最佳男金牌艺人的冠军，可谓是一份努力一份收获。那身边的文儿呢，正是最佳女金牌艺人的获得者。文儿用她最美妙的歌声和最真诚的心，迎来了千千万万的关注和喜欢她的铁粉。在直播间里，她完全可以做到每年每场每天直播都非常嗨翻全场的表演。文儿用她不断电的热情、坚持和努力，在 YY 上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空。来，请签名，谢谢。我觉得文儿今年特别像一个小公主。她本来就是小公主啊，她平常是女神啊，不，她是女神公主，然后老毕是小公举。好，来，有请。好，谢谢老毕。来，请站好啊。我跟老毕和文儿真的都太熟悉了，要不让他们俩自己来说，我们俩歇会儿吧。本来人家就是主持人，你自己拿着，我给你拿花，你自己主持来。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到2015年度盛典的红毯环节。文儿家的在哪里？声音很大啊。好，老毕家的在哪里？哇，更大声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咱们文儿家还有老毕家一起助力合体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好厉害，非常非常的棒。我刚刚看到文儿应该是有句口号，是不是？不过离得我太远，我没有听太清，所以借我们的麦克风来再喊一遍好不好？口号是三二一。文家兄弟在拼搏，文儿不会被埋没。咱们家有口号吗？来，三二一。与共勉勤，与民同行。与。这个广告打得不显山不露水的。我给你们99分，剩下一分怕你们膨胀。是的，没错。其实今年对老毕来说真的是一个，怎么说，很揪心的一年。我想这样说，因为大家都提着心吊着胆，然后看着老毕的这样的一个年度。虽然我很一直在说没关系，老毕你可以的，但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没有底儿的。都走到这里了，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吗？首先我先有必要让文儿给大家打个招呼，不然小猪崽子们该拱我了。来 ，Hello， 文家的兄弟们，你们好， yeah! 你们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啊，我会加油的。好的，我先说一下这个年度，包括我跟文儿刚在车上还聊，很难。包括对于大主播来讲，或者是像我们来讲，应该算是老主播来讲，其实是生生血步步累。像雪熊啊，包括小水都参加过几届年度的洗礼，真的是饱经风霜嘛。所以一直没走过红毯，都是站在这里迎接你们。那你们在主持红毯啊，很专业。哎，说起主持，哎，你好像是个主持啊。不是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拿一次第一，红毯没走上，让我来主持了。那这样吧，让文儿采访采访你，好不好？也是个好事，来。好，请问我们的小水，今年你拿到了我们这个最佳奖项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就希望就是在下一年当中，能够你们还能支持我。好好，太不容易了。对，感谢于总，感谢 YY， 感谢沈娜。你给大家伙发个骚吧，现场。刚才都差点 A 累了，这回再给我整回去直接没影了。星辰姐刚才说了，咱们今天官方节目没有违规，是吗？对。那你跟谁发骚啊？来吧，
好，不要闹哈。那文儿呢，也是我们在 YY 上面唯一一个就是各个奖项都拿遍的这样的一个女主播，非常厉害。嗯，那我很多人我这两天看文儿的微博，就一直有各种的礼物，什么又是鲜花啊，又是制作的什么相册啊，你们家的粉丝真的很用心，这跟你直播的风格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粉丝都特别有爱，在年度期间，然后他们说的一句话对我来说特别感动，就是说即使用一张一张的免费票也要把我送上广州的红地毯，今天我做到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也知道今天文儿和老毕啊，都不记得名字了，我已经不记得，太帅了，他就在我的面前。老毕今天是不是好帅，对不对？对，化了妆好帅，也准备了好多礼物。要不然就这样吧，你们两个把你们准备的礼物送给现场的这些喜欢你们的这些人，好不好？礼物，好，好，我的礼物就是我的麦文，嗯，好了，没了。你的礼物，你还有这朵鲜花呢。对，来，文儿的礼物，你可以送给现场的观众。对，可以。谁要？挑一个，要挑一个。都已经拉到手了，居然不拥抱一下，真的应该拥抱一下。当然了，我们两位呢，等一下会有非常精彩的节目的等待着两位，很累了已经。来，请两位稍作休息一下好吗？谢谢，也希望在2016年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来，谢谢。是的，那么在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的2015年度最佳男女偶像终于朝我们走来了。是的，他就是我的卓宝宝、阿阿的阿哲以及 China 的东方宝宝。对于他们，我真的是非常熟悉了。听到现场的尖叫声，就知道大家对他们有多么喜爱了。嗯、是在于我们 YY 上面人气最高的主播之一阿哲，在他的直播间可谓是能喊能聊，能演唱多个国家的歌曲，风趣幽默的直播性格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欢乐，受到了千万少女粉丝的喜欢。今天在红毯上面看到他，也是格外的帅气逼人啊。那么阿哲身边的宝宝今天的穿着也是成熟大气而又不失一丝可爱，至情至性的他平时喜欢和粉丝打成一片，更会经常给粉丝去送福利。众所周知的东方宝宝是一名实力唱将，才貌双全的他不仅去年拿到了第一届歪歌之王的冠军，作为演出嘉宾在2014年度盛典上进行演出，今年更是以超强的人气斩获了最佳 YY 女偶像的冠军。阿哲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，一定要给他一个特写。哎，先写了一个 ID， 又写了一个 ID， 哇，很帅气啊！啊，完，真的是尖叫声音此起彼伏。哎，人家跟你说呢，花啊，美女要送你花，你要去取吗？这样吧，哲家军都喊一个口号吧，好不好？3、2、1。好，来，谢谢。